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在年度星指数歌手榜出现之后，人们一直好奇为何没有周深，以他的实力和人气，完全有能力在榜单当中占据名额呀。然而当周深突然提携着特殊奖项归来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。下面我们先看看年度星的指数榜吧。我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由人气指数来决定人选的榜单，总体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。但周深的榜单不同，他的获奖年度最受欢迎歌手呢，似乎是与星指数榜有相似之处的，但是也有出入。其实很容易理解啊，毕竟周深的粉丝基数并不是很大，但他的路人缘和歌曲的好评度却是非常高的。原来他并不是落选，而是特意为他留了一个特殊的奖项。刚刚说起来，周深也是对得起最受欢迎这四个字的。他的歌曲受众面非常广，不仅是深得小学生到大学生年龄层次的喜欢，甚至连老奶奶都对他非常的欣赏。从大鱼、达拉崩、八花西子等多首作品中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才华，不仅有中国风的美，还有二次元的歌曲，甚至最近发布的《自称庸才》更是鼓励了很多人。从音乐上呢，周深实在是过于突出的优秀了，而且人品呢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欣赏。周深在获得奖项之后呢，第一时间便发文感谢，简单的一句话：“给我的荣誉，我们大家都要越来越好哦。”这个奖项呢，确实是给周深最大的肯定了。周深曾经说过，他只希望能够喜欢听他的唱歌，也希望呢能够在舞台上面成为粉丝的骄傲。他的音乐梦很简单，不复杂。成为偶像之后，他的眼里呢一直都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，就像他的单曲《自身庸才》表示的那样，他想要更加的完美，为此他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沉淀。周深是一位歌手，他能够得到最受欢迎的称号呢，已经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了。其实作为歌手，最值得开心的事呢，便是自己的作品受到听众的喜欢。从谭维维发布自己羡慕流量歌手之后，他其实也明白了，实力并不等于受欢迎。其实我认为谭维维并没有输在人气，而是歌曲的风格不一样而已。从周深来看呢，他的歌曲不仅是体现的声音的美，更是有意义和价值的，不仅是单纯的情感的抒发。而且当实力傍身之后，流量和人气并不是一种嘲讽，显得是更加让人信服的。从周深本身的作品来说，他之所以会受欢迎，抛开本身的人格魅力之外呢，更多的是一种听众对他的作品的欣赏。请笃信一个梦获得了学生们的喜欢，成为了他们的励志歌曲。达拉崩吧带给了很多人欢乐，自身庸才呢又让听众明白了许多道理，能够给听众传递正能量和价值，受到欢迎呢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抛开获奖的不同之外呢，其实周深本身也是有很大的不同，或许他能够成为当下乐坛的第一人。首先，周深的作品呢质量非常高，而且都是有特色有意义的，这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讲呢，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输出。再说周深的唱功吧，在新生代中也是非常突出的呀。由于演唱的延伸性和艺术性非常高，更被听众称之为殿堂级的歌手。而且从整体的人品和形象之后呢，周深的路人缘也是居高的，这样的新生代歌手很少，也希望未来能够更多。也许呢，现在的周深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大，但他的进步是飞快的，未来呢未必不能够登上国际舞台，大展歌唱艺术的风采。此外呢，作为新生实力歌手代表，周深近几年的热度呢可谓是越来越高了，尤其是参加众多综艺节目之后，自黑啊、热梗啊、翻唱啊等等，都让大家对这个总是带着笑的大男孩印象深刻。当然作为歌手，他也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，经常会推出新的歌曲带给支持自己的粉丝，再加上自己的假音非常丰富，无论是女生少女音、少年音都可以完美的转换，以至于大家对他的新作品都万分的期待。其实说到周深的成名曲，想必大家脑海里边瞬间想到的就是《大鱼海棠》。这首歌发布之后呢，更是很多人的传唱起来了，可以说是不少的歌迷的入坑首发曲了。而他的演唱《大鱼海棠》的柔美的歌声也成为大家对他的初印象。不过令人意外的是，周深除了轻柔的古风歌之外，也是陆陆续续推出了不少的高燃歌曲。例如他最近演唱《江湖逆知音》，就凭借着古风电音颠覆了大家对他的传统印象。这首歌是《新笑傲江湖》手游一周年的主题曲，而周深呢也是首次尝试以国风电音的形式来演绎这首全新单曲。虽然现在只有歌名和一个试听的版本，但这首歌的热度可不低哦，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周深歌迷支持，就连不少喜欢《新笑傲江湖》手游的玩家也是对这首新歌抱有非常高的期待。毕竟这款游戏是一款纯真的国风金庸武侠手游，而歌曲想必也是有着满满的江湖武侠气息的。据说《江湖逆知音》会对金庸笔下的江湖进行生动的描绘，让听者呢也有种置身于仗义任侠、快意恩仇的江湖之中的感觉。另外呢，周深会凭借着完美的音色的天赋，在不同风格中自由的切换，驾驭多种的风格，只为了将大家印象中的江湖通过歌声演绎出来。这对于周深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对众多期待歌曲的网友来说也是一个惊喜。
虽然这首歌还没有正式上线，抢先版呢也仅仅只有一个前奏，但是这首主题曲呢现在已经在游戏当中上线了，期待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提前去新笑傲江湖手游尝个鲜哦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